喂，你好，是王哥吗？社会王，我想买把枪，上子弹上膛，他得哒哒哒哒哒，还得冒蓝火。买枪混社会的小伙子，那就是我。我不买打火机，你别说我嘴贫，你给我十个手枪，给我组成加特林。王哥，我也社会人，在俺家那屯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拿红缨枪那人，他一共两米来长，还带点红。你买不买呀？你谁呀？你到底你有病啊？买是指定买，不用问我是谁，就是你那配置都得配好，有没有手雷？不是，你咋这么能废话呢？还手雷？我给你配把刀得了呗，傻逼！不是，咱都社会人，出门穿豹纹，说话咱就好好说，你别整磕碜词儿。谁跟你社会人啊？你家社会人买加特林呢？我跟你笑笑嘻嘻，你跟我喊你妈了逼！我说我要加特林，你非得拿个打火机。傻子。买不起别打电话了，我怎么买不起你个铁管里，你就告诉我你的单号是几几几，见面交易也行，你电脑开个小视频，穿越火燃个人战队鸟机我保